大家好，我是陈杰恩，我们来今天来看我的儿童节礼物吧。好，我们先拆开吧。这两本，这样哦。好，先放旁边，然后再介绍第二个。这个是这样子，它这个有这些很多东西，然后我想抽到这就是这两只皮卡丘，这磁铁，然后后面有很多可爱的，这边这一只，然后上面都是皮卡丘，我们先放旁边吧。再来下一个，这是最后一个了，把这个放旁边。然后我们来看这拼图哦，这样打开，这样。这个是我刚才组合好的，我们来看看吧，这样。然后这是可以看着做的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来玩哦。好，我们先把它收起来。然后我们再次到介绍这个吧，这个。然后我们开始喽，拿出来，哦。我抽到有这只。看这只，还有皮卡丘抽到了，耶、yeah ！还有这个我刚知道的，还有这个很酷吧？就这样，我们先把它收起来，等一下、哦，放旁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介绍这个吧。来，我们看背后吧。哎，这是怎么迷豆子？再来是这个，我就不知道，还是鬼衰退的。哎，就是这里面鬼面之刃的，然后它就是后面什么，我不知道这什么字，就是鬼面之刃的字。好，我们来看迷豆子的。哦，迷豆子的是鬼面之刃的招牌，然后还有一个一个的线，就很漂亮，然后 就有这个很漂亮哎。好，我们把它收起来，放旁边。好，我们来玩拼图看看咯，开始。哇，我们来看要做什么嘞？要做什么？然后我们来先，我先做一个东西哦，嘿，把它弄掉。还有这些，这三个，有很多颜色，还有橘色、红色、绿色、蓝色，这些，哦，掉这个，好，我们先放上去。不管了，我们来介绍第一个吧。我们来看看我们最喜欢的皮卡丘吧。我们等下来切冰箱看看，这些是磁铁。我们走吧。等一下。哎，我们来看，哎，掉地上了。我们最喜欢的皮卡丘掉地上，在这，上来了，就是这样。这里。就少这些。好，我们先把它拆下来吧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放回袋子。完灯。
好，我们的影片都先拍在这边了，拜拜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